泰国曼谷跨年烟火比台湾晚一小时盛大绽放，美国 CNN 即时转播却出现意外插曲。 Now CNN's Will Ripley has, like me, spent some time in Bangkok. He knows it well. Let's bring him back again. 明明要转播泰国烟火，却把画面转到驻台北记者威尔身上，让他忍不住干笑了几下。 Unfortunately, we can't show it to you right now because our signal isn't working,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here in Taiwan, we saw fabulous fireworks here at Taipei. 记者难掩慌张，但仍稳住，先简短介绍泰国，再把重点转回台湾。不过此时画面上就出现了台北101烟火和泰国首都字卡同框的诡异组合，不少观众怀疑 CNN 是不是根本分不清台湾跟泰国，所以切错了画面。还有眼尖网友发现字卡一度写成台湾曼谷，有人说这下真的尴尬了，但也有人还价，外国人本来就很常搞混这两国。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ABC 新闻就曾把蔡英文头衔误植成泰国总统，闹出笑话。位于亚洲的香港还曾被飙到遥远的另一端南美洲巴西去，离谱错误马上被大批观众录影存证。还有粉丝团贴文把新加坡当成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底下留言不留情面，炮轰国家地理杂志地理也不及格。记者综合报道。海皇 XO 干贝酱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蛙虾的三倍，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哈，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好，希望大家爱用哦。